然形成，但是是需要非常就是对很久很久以前百万年前这样。然后但是呢，因为这样峡湾的地方，它等于说其实里面水里面是深的，然后如果你就是剖面图的话，上面有高山，然后你看到这个你会觉得好像应该不是很深，可是其实下面有几百米啊，这个所以呢，那个大船什么之类的，他们是可以开进来的，因为他不会像有的船不能开到那个岸边嘛，因为可能会怕搁浅。可是峡湾没有这样的问题。然后呢，它就是天然港湾，而且对深度很多。